同志，您就吃点吧。哎呀，你看看你们怎么能这样啊！真不吃，真不吃，真不吃！哎呀，说，真听话，听话啊！来吃一个，谢谢大叔，来吃一个，来，同志。 同志，啊，吃一个，谢老乡。来，你也吃一个。好，老乡，我真的不吃，谢谢，不吃。哎呀，你就吃吧，知道你们来，我现蒸的，再不吃就凉了。不，大叔，我真的不吃。吃吧。嗯，可是你不吃，喊叔心里过不去的。就是嘛。好，谢谢大叔。哎，不谢不谢，慢走啊。哎哎。 总部首长都安全吗？除了参谋长和彭雪清政委，其他首长都跳出轨子保卫圈了。太好了，彭政委，参谋长的伤势严重吗？马克思谭老人家说了，说我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做完，现在他还不收我。放心吧，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没有生命危险。那就好。 八路军同志啊，来，趁热吃点东西啊！不了，谢谢，谢谢。不了，大叔，吃点东西吧。不了，不了，不了。来来来，大叔，我不饿。是，您留着自己吃。谢谢，大叔。自己吃吧。来来来，同志，吃点东西吧。我不饿，给其他同志吃吧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谢谢大叔了。多少吃点吧，不然打鬼子没力气。 同志，吃了点饼吧。我不饿，大叔，您自己吃吧。啊，你也是被老乡救下，在这里养伤的。是啊，突围的时候受伤丢队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伤好些了吗？啊，好多了。我看你眼生的很。你是哪个部队的呀？你应该不是我们总部机关部队的吧？我是卫生队的。哦，难怪呢。卫生队和后勤部门比我们提前一天转移。 中了八路的诡计，他们已经被我们咬住了，根本跑不掉。不，我们从白天追到现在，他们总能轻易而快速的逃脱。这是一支小分队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带我们兜圈子。报告中途阁下，严嵩司令大佐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。什么位置？向南50里，李村。命令部队全速奔袭李村。
找我啥事儿？也没啥事儿。我这事儿啊，也不知道该不该汇报。算了，我还是别打扰你们了。哎呀，韩叔，看您说的，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？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啊。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我家住那个伤员呐，说是总部卫生队的。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怪怪的，说话也不像本地人，可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，就是有点说不上来。是啊，还有一个女同志，叫小鬼子给糟蹋了，到现在啥都不肯说。女同志，这样，带我去看看。好，走吧。你不属于这里，我要带你回家。你的家在日本，明白吗？回家。对，我是来接你回家的。为了找到你，我已经付出了很多。你是我大和民族的女人，是我岩松四郎的女人。你不该在这个肮脏的地方。跟我走，我带你回家。回家。跟我走，我还有礼物送给你。听到没？枪声停了，崔宝成他们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我也有些担心，好像有些不大对头。云龙，啊？房门什么时候打开的？不知道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啊？浩明，你怎么来了？韩叔说他们家有个伤员很可疑，我过来看看。敢进来，我就一枪打在炸弹上，大家一起完蛋。百合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你别害怕，我在这里，我和你在一起。于浩明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你根本不配当一个男人。岩松四郎，你太卑鄙了，有本事你给我站出来。剑刀，你这个该死的八路军地下党，有胆量就进来。怎么，你怕了？剑刀，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？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是吗？好极了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。快点想想办法吧，想想怎么救出你的心上人。你不是很有手段吗？暗杀帝国军官，歼灭挺进队，破坏帝国 C 计划圣战方案，现在不过是个女人，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把她救走的。来吧，动手啊！不要，不要，百合，站在那儿别动。对了，都不要动。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等着我们帝国军队一举歼灭八路军总部机关吧。他身上炸响的，将是帝国凯旋的礼炮。韩队长，发现大批鬼子，快速向我们靠近。韩队长，韩队长，撤！带着部队快撤！走啊！撤！带上所有的伤员和老百姓，快撤！小鬼子，大叔，你不得好死！大叔，你走啊！Thank you.
道你枪打得很准，每一枪都会击中对手的眉心。开枪吧，我会看着你的子弹穿透我的头颅，但是我不敢保证我的手指不会痉挛。带着百合一起离开这里，也许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跟我死在一起，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，对你来说一定是一场噩梦。开枪吧。我发誓，天涯海角我一定会找到。是他还是我？报告将军阁下，前方战报。您，我军108师团在十字岭大败八路，八路溃败逃散，敌第十集团军总部及北方军余部正往西北方向逃窜，我军36师团在西北方向围剿，但未见八路。叶子野武的挺进队怎么样？说吧，什么样的结局我都能承受。将军阁下，义子野武的挺军队全军覆没，义子军战死沙场。将军，您不要太悲观了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是否悲观，不在于你失去什么，而在于你怎样对待已经失去的东西。一切都是因为你，剪刀。没关系，姐，大事儿，没事儿啊。我来帮他。参谋长，老百姓和伤员已经彻底走不动了。崔宝成送来消息，鬼子在我们后面也就100来里，一旦发现我们的行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周围的情况怎么样？我们左右两侧都是悬崖，想翻过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前方侦查了吗？前面是大明谷，崔宝成之前吸引鬼子在那儿干了一仗，但是他目前尚未归队，所以具体情况还不清楚。不行，不能等得太久了，10分钟之后部队出发大明谷。是。怎么了，参谋长？之后发生了什么？后来我们把他背回韩叔家，给他擦干净身子，熬药给他喝，再之后就没听见他开口说过话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，但至少人还活着，活着就有希望，不是？
别动，别开枪，是我。把枪放下。就你一个人？我早就习惯一个人了。怎么，有问题吗？这是鬼子的搜索小队，大部队在离这儿不到50里的山岗下，快走。走。张铁成，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哼，哪能啊，我知道你们八路需要我的帮助。哼，好啊，这就是真正的联合抗日统一阵线嘛。什么情况？我们一路不断的骚扰鬼子，带着鬼子大队围着大山绕圈子，没想到的是被鬼子搜索队盯上了，是张铁成把我们救了出来。这家伙不简单，一个人在鬼子屁股后面打伏击，那真是百发百中。现在情况是这样，哎，我回来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那鬼子头义子野武让老子给崩了，他们那个什么挺进暗杀队彻底完蛋了。哎呀，哎，想啥呢？我看见白鹤了。是吗？他在哪儿呢？他在严总四郎手中。他在哪儿？我去给你追回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自己婆姨没了，你还待在这儿等着鬼子给你送回来呀？我会把他找回来的，但是现在我必须把队伍带出鬼子的包围圈。扯淡！你不去，我去。你去哪儿？你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吗？你到哪儿找去？那也不能在这干看着。我不能撇下这么多的伤员和老百姓不管，八路军绝对不会抛弃他们的战友的。老子不是八路，用不着听你们的调遣。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的任务是打鬼子，是把日本军练者赶出我们的家园。打仗死几个百姓那是正常的，为什么让他们拖部队的后腿啊？这正是国军队伍和八路军队伍本质上的区别，也是国军为什么不能战无不胜的真正原因。搜索队应该是发生意外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消息。枪声来自西南方向，那里都是山崖，八路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境，他们想翻山奔向石灰窑。梅林部队，地毯式推进，计划化13联队跑进两翼山林，10分钟速射，把他们给我轰出来。我们的阵线已经被拉大纵深，那样八路后撤的必经之路我们会疏于防范。不，留下一个小队足矣，我坚持认为八路不会奔向那里。行动吧。嗨。你说的对，你不是八路军的战士，没有义务在这山里跟着我们兜圈子。现在部队行动迟缓，又有伤员，很难摆脱鬼子。你一个人行动会方便很多，逃出去吧。哼，真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，现在想把我甩开了？当初有本事别求我呀。我还告诉你，老子绝不会做这种半路撂挑子的事儿。好不容易有鬼子打了，我还赖着不走了。这里真的很危险。废话，还用你说呀？你们八路总干这种危险的事情。兄弟，你听我说。哎，行了，你还是听我说吧。我保护老乡。我一直在跟踪你们。
我听说他一天一夜跟丢了，他是不会死心的。我不霸小鬼子的大部队，但是要想穿越鬼子的封锁线，就必须先干掉这个隐藏在角落里的家伙。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没有，但是我知道，他一定会在我们的必经之路打手掌的黑枪。 你们看，除了翻山，这里是我们的必经之路。什么？走山路奔石灰窑？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目前，对我们部队构成威胁的不是鬼子的铁笼围剿，而是这个杀手。俗话说得好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鬼子在明处，部队分散出几个小分队，就能够穿越鬼子的封锁区域。而赵尚武一直处在暗处，不除掉他。 对我们来说将是最大的隐患，这也是为了让部队能够快速脱离鬼子的包围圈，唯一有效而又可行的办法。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？天黑，晚上比白天将会延长他一定的判断时间。好吧，记住，你们只有一次机会，按照我们现有的人员和武器配备。 还有1200米。 还有1100米。 1000米。 你现在开枪，对方最多是个擦伤。如果你还不放下武器，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你肯定不是擦伤那么简单。 会等目标接近800米内再开枪。你不想不说再见就走了吧。
于浩明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我找你也找得好辛苦，投降吧，你完蛋了！快快跟上！小心点，都跟上！ 相信前刀，继续向前。你根本救不了他们，遗憾的是，第一个倒下去的会是你。保护首长，快隐蔽！总队长，保护首长，隐蔽！ 没想到于浩明竟然是隐藏在日军阵营里的八路军地下情报人员，你居然背信弃义，将枪口对准你的国人，你他娘的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走狗！你给我闭嘴！如果你的亲人被别人挟持，你会无动于衷？你会不管他的死活吗？我不想让我的妻子死，我一定要救他。为了一个人。 总部回电了，情况如何？129师再次摆脱日军围追堵截，越过长寒线，正向黎城方向运动。日军36师团已被分割在太行山一线，无法组织有效进攻。好，太好了。只要我们和总部一会合，日军的 计划一类的，我们好接着跟他干嘛。走。哎，怎么还板着脸呢？赵尚武那个叛徒已经被咱俩收拾了，国军弟兄们的仇也算报了，危险解除了，值得庆贺呀。没那么乐观，伤员和老百姓让整个部队行进缓慢，如果不能从鬼子的缝隙中穿插过去，一旦鬼子扎进口袋，我们生还的几率就微乎其微了。你这把尖刀那么锋利。 到哪儿都能给鬼子的口袋捅个窟窿。中村阁下，八路总部电台在接受电报。什么位置？信号异常清晰，应该就在附近。绵绵部队，请战斗队形。守身，嗨！老乡，小心脚下啊！哎呀，我的腿呀！再走不动了。没事，没事。 谢谢啊！咱们轮流背老乡啊！好，沙娘，来上来吧，老乡！隐蔽！老乡，隐蔽！隐蔽！老乡，隐蔽！怎么回事？把前哨的小分队意外撞上了鬼子搜索队，吴云龙已经和鬼子交上火了。鬼子有多少人？不清楚，但是在我回来路上，左右两侧出现了小股鬼子。 大部队应该就在附近，不能在这种地方和鬼子硬拼，他们会趟过来的。这样，崔宝成，你率领一个排抢占山头，机关的同志带领伤员和老百姓上山。韩东，到，你带领警民一段后，严防鬼子从背后上来。其他人跟我一起上前顶住鬼子。
参谋长，你有伤还让我上吧。你怎么婆婆妈妈的？执行命令。同志们，给我上！三排，给我来。走。快！在山顶找一个制高点，用你的狙击步枪打鬼子的指挥官和机枪手，让他们失去指挥者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发起冲锋，部队连战，去报仇！等，带一个班去找后撤路线。是，韩东，韩东，走，带着剩余和老百姓后撤，跟上去报仇。是。
将军阁下，我把百合带回来了。百合，我知道是于浩明绑走了你，让你脱离了我的保护，你受委屈了。怎么回事？据我判断，他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撞击，应该是失忆了。失忆？不记得任何事情，谁都不认识了吗？应该是这样的，我问过他很多事情，启发他回想往事，哪怕是一点点片段，但都没有结果。从我见到他的一刻到现在，始终都如此。百合，带他到医院，让最好的医生给他做最好的治疗。嗨，将军阁下，白河他命令长直城守军马上向黑风口聚集，武速增援中村大队，其余各部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实行全面合围，一定要将他们消灭在太行山上。城内守军，这样一来，长直城门户大开。涉县县城目前尚在八路手中，两地相距不过100多公里，一旦发生什么意外，我们将无路可退啊！哎，失去的我要加倍夺回来。北撤，御驾大院。